外形上，我比较喜欢可爱的。短发，短发、长发，雨薇，雨薇很可爱啊，雨薇，短发。没差。哦，一定要举个例子。最近呢，我有看到一个韩剧，里面那个女主角，大概就是我。朴宝英。可爱到不行，太 Q 了啦。心动。那最近是不是有那个演唱会？那有没有？哦，对，这五月二十七号，因为其实这次当然是有一点刚刚好，因为其实原本自己如果是自己打算的话，应该还不会这么早办。五二七这个音乐会呢，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，因为我通常是以唱跳歌手站在舞台上。五二七这次呢，我准备了很多很特别的东西，这次是希望几乎完全以音乐歌唱去呈现这一场演唱会。对，那自己心里也把它当作一个前哨战。戏也快杀青，接下来有没有在戏剧上面另外的计划？现在因为这几部后面的有一些时间都卡在一起，我们还在协调，然后还在谈。但我可能比如说本来应该在准备下一张专辑的话，现在可能会延后了。我们可能以戏剧为主。对，可能我们可能会拍到明年，那可能今年都会以戏剧为主。然后歌的话，当然也我希望我的 fans 也不要太失望，就是我应该会尽量抽时间以单曲的形式去发新作品，但是我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去筹备整张新专辑，但我不会在音乐这条路上停下来。谢谢。谢谢。